实为资料照欧新社。记者梁伟明综合报道。2018年职业网坛星球季即将于南半球点燃战火，一时余亮的詹永然、谢淑薇各自在澳洲、纽西兰出席，恩怨情仇纠缠不清的老冤家都在备战，准备隔海互别苗头，争取开红盘。男女共战的布里斯本网赛16西女双签表出炉，现任女双世界球后的詹永然与占据第五席的捷克名将赫拉可娃 Andrei Hlavakova 首度合拍，然后退荣膺大会头号种子，首战荷兰克莱查科 Mikola Krajic， 俄国库德亚维特塞娃 Ella Kudryavtseva。至于大詹的妹妹詹浩晴，相隔四年半在与斯洛维尼亚老詹友史瑞波尼克 Katarina Srebotnik 组军，遭遇乌克兰齐坦诺克 Nadia Hikonok、 澳洲罗迪欧诺娃 Anastasia Rodionova。 若詹家姐妹先后开壶，八强还将狭路相逢，提前上演自家内战。至于明年元月就满32岁的老将谢淑薇，相隔11代重返奥克兰女网，32签女单首战芳龄23的日本后生晚贝日比野菜绪，老少过去两度交手都拼满三盘，且各抢一胜，平分秋色，小维想在射日得做好万全准备。詹永然，图取自詹永然脸书。